去的就是麻辣大肠。它就是大型吃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蔡。我们今天又要来一个新加坡的离岛小旅行了。我们要去的就是麻辣大肠。这尺度很高，因为当地已经聚到不想去了，然后我们聚在那里。是我第三次来巴丹岛了，但是是跟台湾人一起来。因为毕竟在印尼是要讲马来话的。欢迎来到巴丹岛，怎么讲 ？Selamat datang ke Batam。Selamat datang。新加坡 ferry， 新加坡其中一个有点像 ferry 的 company 啦。它的位置不算多，但是呢，整个还算新，因为我们这条船是新的。如果你乘坐的是叫做 Batam Fast 的话，它的船身会更小，所以我们是经过推荐之后选择了新的。2016年建的，谢谢补充。还有一个要补充的是，其实如果要搭这种短程的 ferry， 在台湾只有搭去金门，或是从金门搭去厦门。那我觉得现在看起来整个环境是很干净的，推荐大家如果来新加坡玩，可以顺便搭这种比较干净的 ferry 去巴塔，去看一下印度尼西亚可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也很推荐，如果有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们，一定要去体验搭游轮。你们要拦着吗？北海，北海。买了非常的多，其实觉得两天晚上根本就吃不完。从当地卡萨刚有推荐。犀牛什么？不出乎意料的，刚刚付钱就是一把乱，因为他一讲就说10万、20万，大家都拿不出。刚刚有三个人帮，就不懂帮我付钱。好险有当地居民说，不就这两张吗？从码头出来的时候，因为定值在那边叫 Grab， 我们就拿 Grab 的价格，然后跟司机喊，就喊到了70000，所以是非常划算的价格。Welcome to Batam。我们要往东边前进。我们回去是可以叫到 Grab 的。介绍一下这个夕阳吧。6点，我们现在准备要吃这里很有名的 Deep Restaurant。小猫猫。我问题是菜单都没有写价格，其实我会很害怕。其实海鲜的你看很多主要是甲壳类，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虾，它虾做的是清蒸的，才可以吃到它的鱼。然后我们踹了一下它的螺子，真的是很细。再是这个螺其实我不晓得它真正的重量，它是蛇猪的变大，它就是大型蛇猪，它就是大型蛇猪。OK， 这在新加坡叫做公公。右边这个是三宝酱。哪一个山哪一个宝 SAMAL、oh. 马来人很喜欢，就是那些人嘛，他也是会放那个三宝酱。吃了100万人民币，90万人，真的是一定要来巴丹吃海鲜呢。我们会直接买这边的活动来玩，水上也有，路上的 ATV 也有。为了我们，我们一进来他们就开始演奏了。一切的破绽，所以就一直看一直看，就发现真的没破绽。这种我们就称未来人 Netflix 有大。你以为你是老高、哦？Yes, thank you very much, thank you. Why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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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整个色调是有点檀木色木头的原味。而且你看，它有那种小沙发在那里，无聊要休息可以躺在那边。我觉得台湾完全没有吃过的味道，它也不是我们想象中东南亚会有那种油炸物的味道。就是好像你的 chips 啊，它就是花生洋芋片啊。Makana ligang， 我现在跟大家介绍这个 salty egg 什么啊 macaroni， 它的口味其实不输新加坡主打的蛋黄咸鱼体耶，闻起来是玉米味，尝起来是 cheese 味，而且还有后劲的辣味，它是一个法国料理耶，这个东西应该要红。And that， 超拜的东
饭店很贴心的帮他们指示一个拜神的方向。Hello， 完美的天气。今天我们起了一个大早，从我们拿的东西就可以看到一个人的饮食的习惯。我就是健康之外，一嘴又馋。小芭蕉，小芭蕉很小。等一下有80%的降雨几率，所以我们要在下雨前赶快去玩水上。而且我们现在大家都穿水母衣，要不会等一下其实没有什么厉害的水上活动，这是最大的担忧。这样看前面就感觉就是好像很好玩。大海的召唤。先走一段这个竹林感。Hello， Magician。Hello。Night time there. Morning here. Morning here.要不然都没运动到。好没。我觉得你很幸运欸，你跟我同一艘船，然后你就有很多镜头。欸，你才幸运吧，我可以控制整艘船。我前面是我们的 Angela， 我们今天要你叫 Angela 来我的频道。后面就是把它这里另外一种特殊的房型，它是一种 villa。好处就是你可以早上看到海，我们可以享受这里的风景。你们起床了吗？我现在是少年拍的海。如果你的脚往右，代表你会往左去滑。所以刚刚我们离我们的摄影师很远，就要往右把我们的位置调回来。下一个活动是 knee holding， 就是我们会跪在那，然后祈求。Knee boarding 有点出乎意料的好玩，之前在新加坡看到有人在那个东海岸玩，我都不敢玩，来这觉得非常好入手，而且这片海现在被我们包下来，是玩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很紧张，然后他一出去有人在拉，所以他会自己扣的，差点在上面睡着。我刚刚后来也想睡了，为了鞋子。试完3分钟的 ATV。我们就是那种什么设施都要玩到一下下。做发偶符啊！什么都瘦。这个看得好看吗？冲冲冲！游完泳，我看完生态动物，我们现在要回去洗个澡，然后交入 service， 再睡个午觉。没有睡午觉吗？没有睡午觉。皇上，你是太皇。你懂东南亚的贵气，贵气都是这样。当然有这个披巾，对吧？你就是披荆斩棘的哥哥。我们现在在野餐。我们这个的概念是因为在新加坡本来说好要去野餐，但是因为外面常常太热，最近的雨真的有点大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在哪里都可以实现我们野餐的计划。精神。我们点的就是东南亚的 Nasi Goreng。Goreng 的意思就是炒。Nasi 的意思就是饭，所以加起来就是饭炒，就是炒饭。看外面那么漂亮。什么烦恼都忘了，有冷气，有 view， 有美食，有野餐，然后整个房间很脏。哦，你们用的蛮好。等一下，我们就会准备找一家按摩店去按，按完之后再去吃这里很有名的海鲜餐厅，叫做。我们已经叫了 Grab， 从这个地方到按摩的店至少要30分钟。You can do only this.这就是我们要按摩的地方。我们刚刚两个人就是泡在这里。如果大家要做这种 SPA 服务，一定要记得要找可以坦诚相见的。他给了一个这个箱子，那个熏那个屁股那个。如果女生来月经的话，就是不会有臭味，紧实你的 vagina。我到底为什么在这个衣服？整个过程2个多小时，我一直是闭着眼睛闭着他的音乐享受这一切，但这间真的蛮棒的，虽然那包的纸内裤才放口。找到一个 Grab 司机介绍我们巴沙哪一家马卡巴最好吃的，他就介绍了这家叫 Sari Eco。 所以 Money 就是甜的意思，马卡巴就是这个好像 Pancake 这样子。
好，请开。哇哦 ，local street food， 刚刚就想踹的样子。天哪，这你要不要接着？他的评比是甜到你傻眼。我们在街边吃，街边吃，好吃。司机大哥他很热心的帮我们裸一下。也太多了吧！我们坐这么近的原因之一，也是因为这里太冷了，依偎着彼此。我们又续了一盆虾，因为觉得实在是太好吃了。而且它的虾真的是紧实，然后有一种真的是甜味，而且不用太多调味，就是可能清蒸，然后再加一点 garlic。肚子新鲜，就像18岁的人。刚按摩的时候，我像22岁。他没有这样讲。你刚爱叫又不吃。刚刚收到是谁要叫的？哪有这一块？这两块你要选一个。去付钱，然后准备去下一站。好，现在为你介绍的呢，就是 local 当地的 annual party。那这家店太夸张，太便宜了。这个人才吃了新币50块、欸，50再除以4，而且超多，而且每个都超新鲜的。我们瞎点了一斤呢、欸，调味要符合台湾的口味。原本说好要喝酒，不喝，我今天喉咙严重不舒服，是我害的。都好，我们接受你的病毒。今天已经是我们旅程的最后一天了。今天睡了比较晚一点儿，原来这家饭店是蛮多人的，我们都误会他，以为他在倒了。我听过，就是在这一边巴当岛最高级的民宿是住那边嘛，所以他就讲说叫我们跟他说我们去他的 restaurant。左边就是他的 restaurant。哦，就是我们从我们家那边看下来。对。Welcome to Wendy. This is our restaurant. Then activities also lot. Don't forget to try.那个就是我们住的地方。我第二次是住这边。为什么第二次就选到那么高级的饭店？因为第二次是公司付钱。哦，我觉得一定要体验一下。它可以找多一点，就是住那种整栋 villa， 会自带一颗很舒服、很轻松的心来巴旦，你就会觉得很好玩。要离开这了，有点舍不得。还是可以期待下一次的旅行。就下一个 Semprona。Semprona， 下集见。我们下集见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要记得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、订阅我的频道、订阅我的频道。希望我们可以突破300大关，最后一顿退订。对，再见。